孩子已经爬上去了，速度很快很快。上面有一个人造的瀑布。这里的花还算多，可是这里就没有花了。这里要小心，有刺，跟扶手很靠近。哦，有人在帮忙除草。啊，瀑布，走吧。走吧。走。我想开花。天哪！哪里好窄啊？慢慢走啊。有个隧道，他在车上睡饱了，现在很会跑。不用了，我们就走过去，可以下去吗？所以要慢慢走啊，不然又高高低低会跌倒。在隧道里面，绿色的。慢慢走啦。这里有芭蕉叶，有流水，下去就有一个充气的游乐设施可以玩，这里是入场免费。啊，这里有一个不像玫瑰花的圆圆的。嗯，有点难走。啊，已经下去玩了。